嘿，你好朋友伫你的边仔呢？无熟识，啊，无熟识，你敢问一下是讲无熟识？无熟识，无恁两个那徛到哈尼晚，莫非你们有不可告人的事情？哦，什么的队长？哦，啊，算恁家拢队员就对啊，遐。回家哟，哎，别嘞，哎，阿黄猫上家有人逼，唔是呢，人有划清界限呢。无嘞，人家有划清界限，算是即挂的较算是呢。恁即挂徛伫即边拢算较伫低歌会员，啊，即边拢毋是，阮即边拢毋是，阮即边还袂成立的啦。嘿，啊，无许余光所，你甲成立一个。哦，小白啦，小白，无你上一下队名嘞，咱来 PK 一下。许余光所，你上一下队名，哎，我看袂使，看许余光所安尼吼。真的呢，讲不到我们台下的好朋友，其实蛮多都非常有才，都是人才，真的啊！我看没说黑羽风手，哎，他的那个绘画的功力好强哦，竟然画一挂无穿衫的都有，不，画一挂会较性感的啦，嘿，哎呦，艺术的颜色，较性感的，唔是无穿衫啦，嘿，歹势，嘿，比较性感，若隐若现啊，嘿，他是讲画较不直接啊，嘿，他。哎，对，就是点到为止，三点不漏这样子，嘿，对嘛哈，三点不漏，嘿，三点漏的话，那个 FB 它有那个程式会帮你，不会啊，会不会？不会啊，我们手画的应该没关系吧？没关系啊，好，没关系啦。画衣服太麻烦了。好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哦，我想讲你那画有时阵拢三千多少安尼，哎，你讲的这是主题。你若想讲伊要画一个古典美女好啊，迄古典美女你看卖伊顶头戴个较低个，遐衫甲鞋啊叮叮咚咚的，对吧？哦，对。哎，啊，你感觉讲，我感觉伊画的迄女生有没有？她属于这样，好像也还蛮有道理的呢哦。哎，真的，而且我觉得她欣赏的女生呢，她唔是我这种型的。啊不嘞，伊较欣赏你这型的。我这种排骨型的。哎，因为我这种型的爱加画两画啊，画较大的，爱画较宽的，会去占画面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讲。像迄唐代迄女生，伊就较无形象，就较形象这种骨感的，有无？两撇仔就好啊，免阁画赘肉安尼。啊，真诶有影简单，免画赘肉啦。无啦，稍微要有一点点那个体态，有没有？哦，以前唐代啊，对无？他福气啊。对啊对啊，杨贵妃就迄种型的。对对对对。诶，你这种算无包生的啦，我这种较包生。对对对，太太。我这心不才，包生。来吼，咱赶紧这个姑娘安排完毕，搁两首歌了后吼，我们后面的精彩辣妹钢管秀也来到现场了哈。好，是的。再来继续来邀请我们的多多安排几首。谢谢安排的歌曲《心情歌》咯。今晚我们歌曲《心情歌》咯，在此祝大家拢端午节的快乐到。嘿嘿。在那个累的心情呀，天
小平兄啊，谢谢。康德宫内底客。